你睡吧，我去洗澡。有我在，安心睡觉。嗯，雨停了。好，你乖乖睡觉。他看起来真美呢。七七还有哥哥，需要查一查。季大坏蛋。季氏公子好像是和七七同校，是他吗？关机。早啊，大叔。嗯。大叔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早餐做好了，下来吃吧。哦，大叔今天可真奇怪。我吃好了。那你老慢吃，我去楼顶晒晒太阳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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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好暖和的太阳啊。七七，有电话。请问。喂，是琪琪七吗？我是玉老师，你赶紧到学校来一趟。那个。大叔，谁找我啊？你们班主任让你回学校，可能是出了什么事。啊，班主任？我最近可老实了，班主任找我干嘛呀？去换身衣服，我陪你一起去看看。好吧。咱们明天去逛街吧，怎么样？好啊。我跟你说，他们家新出了一件衣服，特别好看。是吗？啊，对了，还有那个电影也很好看，那我们一起去。季夫人，你也别着急，也许是你误会了。玉老师，您找我？是，进来吧。七七，这位是？我是他的监护人。原来只是监护人啊。你好，我这次叫你们来，其实是处理一下关于七七这孩子的事情。这位是季深同学的母亲。您好，请问有什么事？我儿子成绩下滑，可都是你这个小狐狸精的错吧？我一向不打女人，可是你不要以为我会这么简单就放过你。你是谁啊？这么有本事？大家都别激动啊，七七同学啊，何老师说这是不是真的？其实你这个年纪谈恋爱也能理解的。我没有。记好了，我的名字叫齐思辰。他就是那个齐家的大少啊，齐思辰。